想去看日本迪士尼35周年游行吗？现在正是时候，因为日元又跌了。从台银周四官网现金排告汇价来看，日元一早就出现甜甜价，来到0.2731，创下3个多月来低点，等于1元台币能够换到3.66日元。有银行主管说，不少民众已经开始为暑假出游抢换日元，拿5万台币换旅费，现在能换到183000日元。比起前波3月5日日元最贵时只能拿到178000日元，足足多了5000日元，直接省下一张迪士尼儿童门票。孩子们他们去日本就觉得，就是有那么一点差，就好像不能说是占到便宜，觉得很开心。川普的税改通过，就业表现佳，市场普遍认为第二季经济会更好，激励近期美元走势强劲，日元则是相对疲弱，在110附近盘整。外界预期美国可能从原本升息3次增加为4次，将继续推升强势美元，日元低点恐怕稍纵即逝。有需求的还是分批兑换比较妥当哦。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100元 C 的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。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